到这个河口景区，坐那个船是应该的，转转，风景非常非常漂亮。坐这个船50块钱一位，嗯，物有所值吧。就是他这个船呢得凑人，所以那得先等会儿。哎，开船喊一声啊！我前面照照相，啊。这块儿有一个彭大将军的塑像，很高大威武雄壮。哎，现在上的是那个长甸河口的断桥，这个桥也是饱经战火呀。看到您的怀中铜钱，免忧愁。老板，我看你就收下。这上面飘着的这个旗帜，都代表着入朝志愿军的一支部队，基本上是以师单位的吧。这个是写着68军204师。走到头了，过不去了。